大家好，我是 Peggy， 欢迎收看街头华语。2019年台湾法律承认同性别的两个人也能拥有婚姻自由，并通过同性婚姻法案，这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今天是第20届台湾同志游行，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盛大的活动。我们来问问大家几个问题。很难得的有机会能够采访我的中文学生，来自比利时，马雷诺。对，谢谢你好，你好，对，我是比利时人。对，雷诺，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游行吗？不是，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第二次对来台湾，来台湾参加，不是，已经好几次了，不是。对，我已经参加大概5次以上了吧，已经是第10次左右吧。对，第一次参加。哦，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的游行。嗯，对。对，我是。我是对。是的，是的。那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凑热闹啊！当然还是因为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啦。然后我觉得今年的主题其实还就是蛮有意义的，就是每一年的主题都很有意义，就是让大家更能够看见同志还有同志的需求。以前就本来就有兴趣啦，那后来可能就是为了，其实中间有非常多关于同志上面的议题，那游行也都会呼应关于说每年都会有不同的议题，然后他们会做出不一样的主题，像是之前有为同婚，或是之前有针对可能有一些恶意的留言，他们都会做出不同的议题做回复，那其实就会想要来支援他们，应援他们这样子。今年参加很动人，因为现在疫情结束了，这是一个第一次参加的机会。每年都会来这样。哦，我找他们一起来的，想说可以支持，因为爱是平等的。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过，然后想说今年是20周年，所以我想说来参加一下这样。然后他就约我来了。本身就是双性恋，对，然后就是有借由同学邀请，想说就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前都没有机会参加，所以这是第一次，我觉得，我觉得是时候需要就是参加一个这个非常盛大的同志活动，然后跟大家一起游行，然后认识新朋友。请问你现在有伴侣吗？有。有，有就在后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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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目前就是没有伴侣。我现在单身。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向彼此表达一点爱意或是感谢的话？这个好，那就这样子吧。爱是做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对对对对对，谢谢你们，祝福你们，谢谢，祝福你们。嗯，很谢谢你，就是很包容我。然后尽管我年龄比你小，但我希望我可以赶快达到跟你一样的步伐一个程度这样。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快一点见面。对，还没见面吗？他人在国外。对，他人现在在日本。很想他这样，很想你，因为他在德国，然后就是对，就等明年见这样。因为我的伴侣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现在跟他住在马来西亚，但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把他带来台湾一起生活，但偏偏现在台湾的状况就是外国人如果马来西亚没有承认同婚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带他过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变态的事情，希望就是政府或者是有关的政治人威好或是干嘛，不要再拖了，因为这个是很多人的需求，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希望说有一天可以把我的伴侣带来台湾。对，我们会不会回来就永久的居住，我觉得那是题外话，但是说我觉得我们必须还是回到平权，就是我希望说还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跟一般人一样可以把我们爱的人带来台湾生活。你方便为这次的主题做一点说明吗？这次的问题，这次的叫做无限哦。那我觉得其实主要是针对
因为同婚已经台湾的同婚其实已经通过了，是有很多霸凌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还是其实有一些恶意留言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无限性的部分其实是针对同婚过后，那我们怎么样去想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特别去解决这样子。同志大游行一直走到今天，其实过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诉求，其实都一步一步的有达到嘛。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诉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同志权益可能还是有缺乏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无限性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跟一般人或者说跟异性恋一样，我们拥有同样的这个社会的权利，或者说大家能够平权啦，其实就是一个平权的概念。爱很伟大，大家就勇敢的去追求吧，勇敢的去追求爱。好，谢谢你们，谢谢。